Hello，宝贝们，咱们今天来学习新版的可怜啊，Festa 他们重组了，咱们还支持一下啊。错的是副歌部分，那我们有喜欢的舞蹈，也可以在蘑菇的评论区留言哦，点赞多，优先给他出教程哈。那这个舞蹈呢，我们往后要退一点，要往前走，竞拍的地方是七八啊，我们往前走两步啊，七八往前大步的走，就是跳这支舞就要用那种。看垃圾的眼神去跳啊，就是蔑视你那个臭男人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我们往前走两步，走走，OK，完了之后，这个手呢，原本它其实就是右胸房、左胸房啊，摸两下。那翻跳跛足会有一个做这样的波浪啊，你们可以尝试。零基础就直接右胸、左胸就可以了哈。所以说连起来是五五六，右胸、左胸。OK，如果是想要挑战一下的话，我们就做这个波浪啊。首先端起来，会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左手下，右手上，提手腕，然后拱起来，然后传下去，再平行回来。所以说，哎，有这么一个状态啊，可以尝试一下，多练一下，去练一下啊。首先连起来是7 M 八啊，五六七。八，OK，好，这是竞拍的地方啊。好，竞完了之后，第一个八拍的时候，我们的手呢，它是，如果你们想严谨一点，它是两根手指头。我觉得这样子很像眼泪，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做，也挺好看的。希望看你们自己喜欢哪一种，好不好？好，那我们的脚呢，踩脚，踩脚，踩脚，踩四次，在踩的同时去做八字胯，八字胯的定点，来，右前。右后转起来，转胯啊，找这个感觉。OK，右前、右后、左前、左后四个点，一、二、三，四摆起来，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OK，收收，并腿的摆，右、左、右、左，上半身稳住点，同时踩脚，一、二、三。四就摆起来了，膝盖可以往下多蹲一点啊，幅度胯的幅度可以会更大一点点啊。然后你的手呢，最后在这是七八，对不对？N 的时候手放掉，一直到这儿，你脑壳可以稍微歪一点，或者是不歪都可以，往左边歪都可以啊。走一，同时啊，一的时候就开始摆胯走，五六，我们从这儿记一下啊，慢一点，五六七，五六七八。N 的时候，手放下去要起范儿啊！走，一、二、三、四，摆了四次。OK，再一次，五、六、七、八，N 一、二、三、四。OK，摆了四次。好，五、六、七、八哈，你们就记最初始，就是最后落在那个位置的点。N 打开，看手啊。N 五手打开，N 六交叉打开，再看次，打开打开交叉打开，然后完了之后点头收回来，完了之后拍头拍肩啊，说是右 and 左 and 开 and 点头收回来，点头收回来，下巴低头。收回来，然后拍拍会计手上动作啊，五六七走，右边左边打开点头拍拍，说拍的是五六 and 七 and 八 and 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 and，好快的啊，这段很快啊，再来，歘歘歘歘歘歘，五六七走歘。唰唰唰唰唰，OK，然后脚下啊，看一下，我们最后是一二三四，n 的时候吸腿，然后踩吸腿踩吸腿踩，所以说重拍是往下做，相当于你的膝盖会有个律动做荡荡荡荡荡荡，up 的时候吸脚荡，所以我们重拍是往下的，所以说 n 的时候手起范儿下去。n 下去，n 下去，n 四蹦蹦，看到没？最后就没有踩四次啊，所以说是 n 五 n 六 n 七 n 八 n，OK，这脚啊，n 的时候拿右手踩出去，n 踩出去，n 踩出去，嘿，n 的拍
拍，出左脚就拍了。数连贯起来，五、六、七、八、n 一、二、n 三、n 四、n 再来一次 n 一、n 二、n 三、n 四、n 五、六、七、八、一、n 二、n 三、n 四、n。OK， 这段还是比较快的哦，多去练一下。地瓜派讲完了，准备从头，五、六、七、八。n 一、二、三、四 ，n 五、n 六、n 七、n 八、n。所以说，它其实没有踩跨出去啊，它就是膝盖律动。嗯 ，OK， 我们再一次啊，准备五、六、七、五、六、七、八 ，n 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OK， 好。这八拍开始了哦，所以说其实这个舞蹈还是有点难的哈，很碎，大家好好去练一下基本功啊，把基础打扎实，跳起来呢轻松一点。好，咱们就来到第二个八拍了啊。第二八拍呢是胸和胯的基本功组合啊，整体这个舞蹈还是蛮碎的啊，还是挺碎的。首先我们的手架起来，胸啊胸，他们会做层次，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胸的轨迹是从你的下起始点是从下开始的，然后往左边，然后会往上齐齐往上，然后会往右啊，然后再往下的时候你的胯已经顶起来了，然后再往右边注意衔接，往后往左形成一个圈啊，所以说是 N 的一二三四，注意啊，就这个位置的时候胯和胸的衔接相当于就是上面一个胸往平面绕胸一圈，右边呢胯往前右后左绕一圈，哎，这种感觉。我们先慢慢的，先不做层次，找一下五六七走 ，n 一，看到没？现在右胸在下，左胸在上，这样的一个状态，胯在左边，然后连贯起来，胯往前，往右，往后，往左，这个轨迹就做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说，先下走，左上，右前，歪过来，胯往前，往后，往左，说连贯起来是 n 呼。呼呼呼 ，OK， 所以说是一二三四，或者是你就直接转一个胸一个胯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那主要就是要做层次，一个上面一个高的啊，一个高的一个低的，高的低的，无聊起早，一二三四。有两拍，所以说这是比较慢的啊，不用着急。五六七走，左上右。绕一圈，五六七走 ，who and who am， 五六七走 ，who and， 可以看到胯它其实和胸有一个挤压，你到这边来了啊，然后再往前，再往右，再往后，再往左，它可能会更顺一点 ，who and who，OK，、okay， 好，是我们的一二三四，好，后面的手比较难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胯的位置吧，胯很简单啊。首先我们现在蹲着了，对不对？到这个方向。好，我们先把胯移到右边，摆向右边啊。哎，像个现在是个等边三角形，然后往右下方坐，坐胯。好，在这个高度上面转动脚尖，把胯摆向左边，然后起来。所以说是搭五搭六，脚下啊五六七走，搭五搭。六 ，OK， 然后呢，咱们的手看一下，首先合十，然后完了之后变成一个往下搓，右手下，左手上，然后移到左边来，现在左手下，右手上，最后合十拉到左边，回到这个位置，注意手胳膊架起来一点点啊，不要下去了，五六七走，搭五搭六。大收回来，然后七八的时候，我们的手在耳朵旁边啊，我们的手呢抓，然后拉开，五六七走，拉开两拍，这里有两拍，是我们的手上动作，讲完了啊，大五大六大七八两拍做延伸，然后加上胯，五六七走，搭五做下去，注意框架，搭六立起来。收回来，好，七八的时候一个工字步，
七八，给侧脸啊，七八 ，OK， 咱们的第二八拍讲完了啊，说连下，主要是这儿比较难啊，五六七走，搭五坐下去，搭六起来，搭七八，身体往右边，把胯送出去啊，弓字步 ，OK， 好，第二八拍连贯，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搭，五搭六大七八 ，OK， 好，那咱们从头两个八拍，一边慢的，一边快的，加油哦！准备，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 and 五六 and 七 and 八。and 走，一、二、三、四 ，and 五 ，and 六 ，and 七、八，好，很快的啊，这种超快的，加快喽，准备，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 ，and 七 ，and 八 ，and 二。二三四 ，n 五 ，n 六 ，n 七八 ，OK， 好了，蒙古出的非常的，就是讲的很仔细啊。那如果说想学习完整版的宝宝，可以后台私信蒙古领取，或者是来晚上八点的直播间哦。